师四年丙班陈慧玲老师细心指导大会舞的演出，谢谢以上老师的辛苦。紧接着登场的是由第一年级的帅哥美女们带来的冰原飘逸舞。冰原飘逸舞活泼可爱，搭配我们鲜艳的花朵和搞笑的阿嬷的舞步，请大家给最可爱的第一年级热烈的掌声。小朋友，举起你的手，准备好你的身体，跟我喜德一起来跳冰原飘逸舞。现在就请现场所有的朋友跟我一起来跳，往前两步，喜德的表情；后面两步，喜德的表情。往左踏，飘逸；往右踏，再飘逸。脚交叉，对着 money， 再交叉，对着 money。一跳跳，扭扭手臂，学阿妈转身行落去。往前两步，喜德的表情；后面两步，喜德的表情。往左踏，飘逸；往右踏，再飘逸。脚交叉，对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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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， 再交叉，对着 money。一跳跳，扭扭手臂，学阿妈转身行落去。大家一起跳跳跳跳跳跳，大家一起跳跳跳跳跳跳跳，跟我一起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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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准备停。哇，阿妈干你！哇，我谢谢我们低年级生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动感飘移起来了呢？我们谢谢低年级带来的欢乐舞曲，同时我们也感谢一年甲班陈爱如老师、一年乙班梁丽珍老师、二年甲班陈妍娟老师、二年乙班陈慧雪老师的用心指导。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快点快点出来吧，我们来做朋友，摇摆。